爱喝这个 Veggie Care 的豌豆布丁奶昔，那今天喝的是可可风味的，放好了在这里，喝起来有浓浓的豆香，完全不甜，在运动前喝的话可以补充你的精力哦。然后这个的话是芝麻风味的，它有两种口味，都很好喝。现在来泡这个芝麻风味的，它后面写了，它还加了黑芝麻跟大薏仁，来泡泡看。香的黑芝麻香气，还有淡淡的豆香味哦。那大家运动前也可以去喝，推荐给你们，干杯！